是谁，真的不一般，站在镜子里的小可爱，哎呦看着有点帅，每天赖床眼睁不开，浑浑浑浑噩噩是闹钟被拍，只有肉体在耍赖，精神非常 nice， 你上了三杆我有我姿态，走起路来我带着大摆，想上了我就想，我想歪了我就歪，我想闹了我就闹，你看着我干啥，你管我在干嘛，上了我就上，我想歪了我就歪，我想闹了我就闹，你看着我干啥，那那那那那。没有的，只有江凌晨才有，我托人买了好久才给我买到的。坐吧。那春江楼的枫糖饼，江凌晨最好吃的点心，一般人买不到的，我跟他们家掌柜很熟才给我买到的，你带回家尝尝。没有吃过吧，带给姐妹们分享一下。不用谢我，不用谢我，这是江凌人的规矩，一个伴手礼。哎呦，这才来多长时间呀，都变成我们江凌人了。今天这眉毛画的真不错哎，但是我就觉得你那个眉尾的，我让你看的是耳环，还可以，是不是？我们老爷特地给我买的西域火纯金。你别说，一个快70岁的人了，审美还是有的。春景荣，小小。你还记得在青城的时候你跟我保证过什么吧，你说只要我来了江陵，你就给我介绍大户人家的公子，我来了，人呢？那品鉴会的请帖，报名费已经替你交过了。什么品鉴会啊？卖东西的，什么南洋货呀西域货里面都有，最重要的是这里头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什么翰林院学士的儿子啊，礼部侍郎的嫡孙呢，都是单身。要不我说还得靠姐妹。但是锦荣啊，不是我说你，如果要去品鉴会的话，你可不能穿成这个样子，不太合适，有一点旧。那些达官贵人什么样的姑娘没有见过啊，你一定要打扮得非常隆重，你才可以镇住。小小，喝完绿茶。嗯，你是知道我的，就这种场合手拿把掐。哦，对了，后面这有家铺子，我们圈子里的人都爱在这儿买衣裳，我带你去看看，走。现在就去啊？嗯，走。哎，那咱们用改签也行呀，这么着急吗？欢迎光临，张掌柜，你还记不记得我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您想要点什么？最近有什么新的货吗？这片全是新品。哦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好看呀，掌柜，多少钱？4两。4两，给我包起来，一会儿让我丫鬟来取。好，谢谢。4两。我知道，你给我包起来，一会儿让我丫鬟来取。不好意思，本店概不赊账。我经常来的。实在对不起。改规矩了，以前都是让丫鬟来取的。包起来，谢谢。你都不试一下的？不用，4两银子买来玩玩得了。你也试一件。我就不用了吧。
我觉得这家店也就一般吧。有没有更好的店啊？有，有。走。不是，你今天不累吗？恭迎四皇子。王爷不必多礼。四皇子与哎，我让你找的那个，这地儿不太方便。哎，嫂子，那四皇子好生休息啊。找到了吗？回四皇子的话，找不着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啊。这小子什么时候跟四皇子关系处得这么好啊？四皇子一路劳累了。这样，您先回去休息休息，我带您去您的房间啊。这个。这个狗消息之前还不是跟我混呢，嫁了个老头有啥了不起的呀？哎，我们江陵人可真有意思，怎么会买这么丑的衣服？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后悔呢？有事说事儿。锦荣，我也后悔了，你去把那姓郭的赶走。娘，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？什么叫我想一出是一出啊？你说那个药铺也不赚钱，我看见那姓郭的我就觉得碍眼。娘，你给我点钱。董小脚要带我去品鉴会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品鉴会能去的全都是有钱有势的公子。娘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得抓住机会啊。哎呀，再说了，娘，你不想让我嫁个好人家啊？我让你跟我去姻缘桥，你一次都不去，你专挑这花钱的地儿。那姻缘桥跟那品鉴它能一样吗？人家那都是有门槛的，好吧？那你就去呗。我就赚这些去啊！我人家公子都不会正眼看我一眼的，让我嫁人的是你，不给我钱的还是你，你到底想让我怎么着呀？你以为你买了新衣裳，那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就能正眼看你了？那我不嫁人了。爱嫁不嫁，我真不嫁人了。那就别嫁了。我可没开玩笑。别开玩笑。都是你。大姐，房梁我已经擦过了。什么？擦过了？哦，哎，你慢点儿。佩兰，你看见大姐的荷包了吗？就是紫色的，上面还带流苏那个。看见了，我给娘了。给娘呢？哦，你给娘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那是谁的。不知道你就给娘啊？你不知道那里面是我的钱吗？大姐，你把钱放那儿干什么？不是放，是藏。藏你不知道啊？对不起啊，大姐，我真不知道那是你的。不知道你就给娘啊？锦荣，我不生气啊，不生气。无聊，你知道我攒了多长时间吗？3年零3个月。你就我不管，钱是你给出去的，你给我要回来。大姐，进了娘口袋的钱，我怎么能要得回来呀？你荷包呢？还欠我4两，记住了啊！不行啊，大姐，那是买菜的钱。爹，新鲜的猪肉，姑娘，来块肉呗。哦，不要了。草鞋，自家编的草鞋，蝈蝈笼子。四分四，一文一捆。哎，掌柜，这笋多少钱？一捆呢？文一捆。啊，那个，我要3捆。要3捆呢？4捆也行。给钱吧。都是小品。
你好，你要点什么？我随便看看。掌柜的，这个多少钱啊？一两。还有再便宜点的吗？最便宜的了。哎呦，这里都脱丝了，你就再便宜点嘛。概不议价。掌柜，退货。啊！你为什么在这里？退货？你不就买着玩的吗？怎么，我不好玩？玩啊，不是退货，是换，不合适。好，好，好。你不是不喜欢这里的衣服吗？就是嘴硬。我跟你说，我看上的店铺都是万里挑一的，你信我，我给你选。就那件，掌柜，取下来给他试试。谢谢啊。这料子也太舒服了吧！这刺绣太细致了，这个。这可是苏州府的秋蚕丝啊。看看，好看吧？多衬你的肤色。就这个型，就是江宁城现在最流行的款式。掌柜的，这个多少钱啊？六两。怎么了？我就是觉得这件衣服有一点，领口这里有点呆板，你不觉得吗？就很闷。还有其他颜色吗，掌柜的？纯黑色。有没有那种雨后初晴，天空那种说蓝不蓝说绿不绿的那种颜色？算了，我还是要我刚才看好的那一件吧，给我包起来。是一两那家。小小，你不是要换吗？我觉得这件衣服也特别适合你，你就换这一件。你听我的，这个好看的，好看。啊，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，这个越看越不耐看。再挑挑，我就不换了，我直接退吧，掌柜。好好好，一两。哎，好。哎，娘，你回来了，吃饭吧。花那么好看，人家都没看上啊！我一拿出来，人家就看上你了，真的？还说什么一看就好生养，能干活？他们当时来找丫鬟来了，这怎么能看出来呀？我也奇怪呀！哎呀，娘，你以后别带着我的画去姻缘桥了啊！我也不嫁人，我嫁人了谁照顾你们呢？哎呀，你别胡说八道，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？我跟你说，你别学你大姐啊，挑三拣四的。等到了他那个年纪，你就来不及了。什么来不及了？哎，可怜，快来吃饭。霍二姐，全是笋，我还长身体呢，能不能来点肉？二姐放猪油了，肉肉肉，就知道肉。你赚一分钱了吗？师叔正好，哎，快起来吃饭。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呦呵，师叔，多谢。哟，二姐。真不是我挑啊，你这太明显了。自从师叔来咱家以后，这饭菜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对不起啊，师叔。不碍事儿，师叔饿的时候竹子也吃的。佩兰做的对，也不看自己生意做成什么样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这个笋好吧，身轻将浊，开阁化痰，多吃点笋，好，好。还好意思吃。娘，你不吃了，让你师叔开个话谈吧。好笋知时节，愿君多采撷。来，师叔多吃。自己采，自己采，自己采。师叔多话谈。我跟你讲哈，钱不钱的真的不重要。我觉得他这店里这一两的才是最好看的。是，我也是这么想。你说这衣服穿不了几次就得扔，没有那个必要，不喜欢别硬买。对，大不了再退嘛。主要是他这里的衣服都不好看，没意思。想要买好的，等我带你去品鉴会的时候买。哦，去品鉴会的时候要带银子哦，要买东西的。我当然知道啦。你平时都带多少去啊？
十两。十两就够了。嗯。四皇子，以后在外面咱们还是以兄弟相称吧。哦，我知道虽有僭越，但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。行。好，行，那这样，弟啊，以后你在外面啊，可千万千万不能暴露你的身份。那个姑娘怎么？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眼睛又透又亮的姑娘全在这里。啊，对，这个簪子你拿着，你可以把它送给能让你快乐的姑娘，她就能让你更快乐。看这儿。这个呢，就是远近闻名的春江楼，里面什么样的快乐都有啊！啊，真快乐呀！所以，哎，人呢？都还在？哎，怎？哎，世子别急，说不定他已经先进去了。哎，说，那么好奇，走。哎呀，弟啊，别着急嘛，都是自家地盘。娘，你找我呀？这刚才在外面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给那个姓郭点颜色看看就行了，咱该吃还是得吃。你今天去买菜还买什么了？还有三捆笋。嗯，娘，我觉得咱们家本来就没什么钱，就想省着点。省也不是这么个省法啊。对不起啊，娘。娘知道你心疼钱，但是可玲还在长身体呢，还是得吃点肉。这样吧，我想吃排骨了，你去给我买点。啊？啊什么？没听清啊？我想吃排骨了，听清了娘。那你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啊！是我说的啊，我去找大姐了。我是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你谁啊？你忘了那天在元阳寺你跑到我房间来。哎哎，你认错人了。真的？你还让我脱衣服？真有，你还捏我脸来着，你不记得？你还有脸？你别说话了，你过来干嘛的？哦，那个，你荷包落在我那儿了。不是我的，不要白不要，你可以走了。老大。他是谁呀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来的匆忙，你衣服没带过来。衣服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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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子，你故意的是吧？大姐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娘让你去找他呢。为什么呀？不知道呀。你是不是把荷包的事儿给娘讲了？没有啊，不知道，可能娘自己猜到了。臭皮赖！我要是嫁不出去，你要负全责。啊？没那么严重吧？娘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去去去！哎呀，认错就好，这次就算了。你下次你再给我藏私房钱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不敢了，不敢了，这谁还敢呀？娘，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说，家里有没有十两？你看我像十两吗？娘，不开玩笑，我有急用，我得去那个品鉴会。什么品鉴会啊？还要花十两？那个品鉴会可重要了，我衣服都买完了。娘，我离能嫁出去就差十两了。等我一旦嫁出去了，我们那五十两的外债不就有着落了吗？咱可千万不能功亏一篑哈。你说的好听，你是拿佩兰的钱去买的衣裳吧？什么叫佩兰的钱？大家不都是一家人吗？那佩兰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我们的钱不也是你的钱吗？那你的钱不就是我们的钱吗？你少在这儿给我下套。没有，哎呦娘，我也是迫不得已，那个品鉴会必须得买点什么东西才行呢。没钱。娘，我求你了，娘，那要不你把我那五两还我也行。不可能。哎，娘，干什么？去去去，你躲开！你给我下来！哎，娘，哎，娘，你就给我嘛！走走走，滚！我不管，娘，十两不行，五两也行，要不三两也行。滚滚滚滚！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你给我就滚，滚就滚。事情就这么简单，我说的够清楚了。嗯，不是。你给我闭嘴啊！我们老大能把事儿讲明白可不容易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今天不把事儿说清楚，你就完蛋了。姑娘，我就想跟你交个朋友。交朋友？交朋友你就说交朋友，你直说啊！你同意了？交朋友是吧？把这碗酒给我干了。我不会喝酒。你说你这点诚意都没有，你交什么朋友？交朋友跟喝酒有什么关系？臭小子，别以为你上次帮了我就可以这么嚣张。别太嚣张啊！哥，哥，我没嚣张。小二，换个盆。嚯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老大。你走，不行，大姐，不行，你找师叔要钱不合适。你以为我想呀？这不都怪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一会儿进去你就哭，就像小时候一样。哎，不行，大姐，我哭不出来。不是你的钱，你当然哭不出来了。你现在就给我挤。啊，我真哭不出来。那你就想想爹。你再想想我，我要是嫁不出去，你怎么跟爹交代？爹，特别好。佩兰，你这哭哪出啊？啊，叔啊，救救我吧！别哭了，佩兰啊，你哭伤身体。你啥事儿？你说。师叔，佩兰想管你借钱。借钱？啊啊！师叔。都哭成这样了，你不能不管吧？有，有，我给你拿啊。
气。一两银子，拿走。就一两？虽然一两银子不是个小数目，但是师叔拿得出来，不用担心我。那账上还有吗？都在这儿了。师叔，对不起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谁还没有个缺钱的时候啊？对不对？啊，没事儿，拿去挥霍。师叔，哎，这个人参挺值钱的吧？特别值钱，百年人参呐！一个人有危难，能救一条人命；两个人有危难，能救两条人命，很值钱。佩兰，拿去看吧。嗯大姐，收手，万一三妹知……陈锦荣，干嘛呢？聊天呗，还能干嘛？这天聊得意味深长。佩兰，嗯，来这是啥？锦荣，来人！不要说，干嘛？这是要造反呢？递过来。你们两个人真是好大的胆子啊，竟然敢去抢药铺。娘，借。陈锦荣，你给我闭嘴，你别以为你三十了我就不敢打你了。我娘，对不起。你也是啊，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呀，你知不知道抢人东西是犯法的？报官吧娘。报什么官呢？报，我有一说一，这是抢劫，挺严重的。什么抢劫？都是一家人拿点东西，怎么了？对呀，这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，一家人。谁跟你是一家人？你站这儿干嘛？药铺不用管呢。你跟对门说过了，有事他会招呼。大男人连个人事都看不住。我告诉你们俩，要是再有下次的话，娘，我下次不敢。你还敢有下次？完了，完了！啊，狮子，啊！哎呀，双子是不是找着了？还没有。找不着你回来干什么？赶紧去找！找不着我给你们全扔河里！去去去去去去！是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事情要秘密行事，不能让王爷知道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世子，世子，稍安勿躁啊！我觉得四皇子没有丢，说不定过会儿啊，他自己就回来了。你好意思说吗？啊！你长眼睛干嘛？使得喘气儿了？大活人站你面前，你看不住啊？你不是会算吗？给我算！你现在就给我算！给我算！给我算！世子饶命！你不会算吗？你世子，算不着他在哪，我连你也我也杀了吗？世子饶命！老大，走了。没事，你别扶。没想到你小子酒量还可以哈。我也没想到。啊，你家住哪？我送你回去吧。还是我先送你回去吧。你送我回去？哎，在那儿呢。哎，那边。走。啊！不用跑，不用跑，不用跑。嘘，好险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胳膊好像断了。胳膊断了？这是？啊！江湖儿女，磕磕碰碰难免的，没事。啊！没大事。没事。没人吧？哎呀，好几天了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半夏呢？
哎呀，让他再备药方呢。来，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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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怎么了？来，师叔，他那个胳膊好像断了，你帮他搞一下呗。来，你坐着。请坐。右手，腕肘肩，肩。哎呀呀呀！呀呀呀呀呀！严重啊！怎么就脱臼呢？脱臼？那没事。忍着点啊，我给你接上。可怜可爱吗？哎，写好了，能动了啊，没问题。你脱臼啊，就是突然发力，又这样了，又注意点啊。你怎么就好了呢？你舌头伸出来，我看一下。啊，舌头伸出来，我看一下。舌头颜色很好啊，这个。来来来，把个脉，把个脉。来，把个脉。师叔，这脱臼还要把脉，他是伤到内脏了。没有，就脱臼，接上了。我看看他有没有别的病症。哎，赶紧走。哎，公子，望门问切来一套啊！我很久没有开张了，我。哎呀，我到家了。啊？过来。啊。肩膀。我肩没事了。这个，站稳啊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啊？哦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呀？以后你在外面啊，千万千万不能暴露你的身份。你叫我阿四吧。阿四，天意啊！以后你就是我可灵帮的老四了。要是外面有人欺负你，你就来找我。那姑娘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江陵大阿呀。没事吧？老爷，我都跟我朋友约好了要去那个品鉴会的。就知道花钱，存钱。老爷，就十两银子。十两？嗯。可以啊。三个月没有零花钱。三个月，三个月太久了，两个月行不行啊，老爷？一天都不能少，败家女人，哼！啊，老爷慢走，老爷小心，老爷再见，老爷小心。陆娘子，刚刚有人送来一封信。谁啊？不知道。嗯，下去吧。小小，见字如面，我受邀前往西域游玩了，品鉴会就去不了了呢，真是不好意思哈。哈，没有钱就没有钱嘛，装什么呢？这个春景楼，什么神嘛？啊，老爷，我不去了，银子我不要了。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怎么了？刚脱臼了，你脱臼了？但接好了已经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我去请太医，你回来。你找什么太医？找太医？你还真知道人不够多呀？是，去，把乐山堂里大夫找来，咱们再瞧瞧。啊，是，回来。秘密行事。啊，是。你还喝酒了？喝了点。你这是哭了吗？哭了会儿。没事，你呀，千万不要再乱跑，你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。哥，要不你再帮我一个忙？什么忙？笑犹如星夜初升。
想念，它从万物中浮现，如此宁静遥远，风儿轻轻吹动，散落在时间的尽头，但愿这里的每一朵都不曾被遗忘。背向黄昏中古老的风车吹动你心头，你说过要在风中歌唱，这里。